这山上好多这种窑洞一样的，里面还两一房一厅，好深，哎，不敢进去，哎，别看洞口小，里面挺敞亮的。今天来我媳妇家后山，爬山呢，爬爬这边的黄土高坡，来了又是一天呢，天天关在家里，今天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这边种了一片菜呀，我看了半天，不知道这什么菜，好像是萝卜，不知道是什么菜，拔不起来，不敢拔，怕挨骂呀！哎呀，要要要要要，算，拔不起来。一大片，只有种菜、种小麦的地方才是绿油油的，其他地方都是，全是黄土啊。下面就是我媳妇他们的村庄，这远处的高山上雪都没融化。哎呀，这一个门，上去看一下。哟，呀，种的全是小麦。哎呀，全是小麦，一堵一墙啊。这爬了半天了，我感觉这边的山不叫山，就是他们这边的地，菜地，上面种了很多的蔬菜呀，小麦。不过这边的天气挺好的，每天都是出太阳，阳光明媚啊。再往上爬一爬，实在无聊。哎，太阳挺好的。咦，这个不是枣啊？我看到一片枣树了，不过这枣好小。应该能吃，我尝一个。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有点酸，都烂了。我说我捡到钱了，你们大家信吗？啊？哎，这谁掉钱呢？还用袋子装着的，我估计是上了年纪的人的，年轻人，咋会用这个装啊？看多少钱？哎呀，还有红的，100、200、300、350、370、390、395、397，嘿，这附近也没人呐，谁掉钱呐？咦，这出门捡到将近400块钱，这不是谁的？上面好像没看到人呢，对面才有人。这钱怎么办？这估计是上了年纪的人的，不然谁会用这样装钱啊？这我也没看到人呢，这钱怎么办？私吞呐！往上面走走，看看能不能看到人。你问一下。那边有两个人，应该不是那么远，而且都是年轻人。这前面有位大叔啊，我问他掉钱了没？哎呀，大叔，你掉钱了没？啊？我问你掉钱了没？没有。没掉是吧？嗯。我捡到几十块钱，不是谁的。哦，不知道。啊，不是他的。哎呀，山上除了看到这位大叔，没见到其他人。刚才问了一下，不是他掉的。这几百块钱先放我口袋吧，回去问我媳妇一下，我媳妇看看有没有人掉钱，有的话就还给他们，没有的话啊，我只有入我口袋了。哎，先下去了，爬得累死了。我来
来了快半个月了，这点小个的冰一直没融化，半个月都没融化，还是那么厚。哎呦，还那么厚。今天跟我小舅子他们出门去他们河边逛逛，在家里实在无聊，我特意带了一把铲过来了，你就看一下它得多厚。啊，好厚。今天出门戴口罩了，他们村上现在天天在布拉拉广播出门要戴口罩了。啊，前面有车翻了，去看一下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小宝也戴口罩了。小喵喵。嗯，我戴的，嗯，戴的宝宝就。对呀，挖就翻了。叫了一辆推土机来拉，要拉起来不？拉不起来。好多人过来看热闹了，再看一下，后面还有一大堆人在看。哦，起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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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媳妇，你家地在哪？没事，帮你家挖地去。啊？那随便的，有个一分多一点的。有人种了没？这个大棚里面都是蔬菜。咱们在河边逛逛啊，除了来这河边爬爬山，没地方去啊。那边有人在铲沙子。叫老板他们先吐一口。哎呀！等一下，他跑呀！去救那里抓鱼去。小宝，站这儿，实在无聊。哪里呀？怎么聊的没有？哎，闲的无聊，砸下石头。哎呀，这冰这么厚。哎呀，站这儿。我们把石头放这儿。哈，宝贝也要啊，扔一个。站好，站稳了。闲的没事都在砸石头啊。就，哎，这闲的一天天的，哎，就，点点这水。闲的呀，全村人都闲的来认识了。来，在那边，哎鱼，哎鱼，炸鱼，有鱼炸鱼，快炸鱼，鱼炸鱼，来。你那么远了，小伙子。今天跟两位兄台来收一点木材，看上了没？看得到吗？有的。这个表哥要重操旧业啊！啊？麦子啥来的？有啊。这是罐子的呢？罐子呀。嗯。这些树都是这位大叔的，这个杉树他说是山上干死的，然后扛下来的。今年干旱呐。
我大叔要750一方，够下来干。因为我们做他妈的，我要不他家叫呢？这旁边一栋豪宅。我家不玩干净干，我就干净，我就把干净干净，我家嘛都干净。我家有的，哪里宽？该有的毛百。给你毛150块钱，知道吗？胸牌要几根？要16根。办公没办公。我这个啊，最要快是吧？五米是吧？办公费一根，提办公室外的，可以啊，快快，提办公室元一个礼服，32块二毛，是吧？32块二毛，是吧？那30块钱给，给你油倒去，这个老板娘又涨价了。哎呀，把你停了。那48买的你吧。你们白就聊没的，白天干啥？人家白天干啥？我家好啊，反正赢个。几多钱？481。张一成，咱两个人挣那60块钱，你看，两个人挣把那六十块钱。460赚的，人家属于。可以赚你手赚的。我手机我拿着。啊，人家属于赚的，你们就。我改给你改。16根木材，460。你还是做的，大部分价位。还差60块钱现金，要扫微信的。没带钱了，身上。身当了吗？我。当着呢。啊。风信哥哥。吃一个麻条，暖暖身子。今天好冷。你家去。我不怕冷。现在把刚才买的16个数啊，运回去。干活，一双双啊，家里一双双，还有两个，一个你给我的给你，也不就你一个你去，这没我啥事啊，看到他们两个人，一人抬头，我就拖鱼的，你自己一个人，这个木材是干的，比较轻，自己一个人来就来，是拉不动的，开玩笑，来个试一下。到底小心头。是打哈巴的。1234Hello， 帅哥。这人反了。